他一天都是那样那样的，当然我就是他不能。老子抓死你！你一天你嘴嘴巴能干的？我不想跟说。他二分把那些菜领了。今天在那儿大蒜还长得哈，大蒜炒嘎嘎的，心安逸得很。蒜蒜些，长快点喽，老谭在等你们喽。那个火锅那些必须要那些。看到老谭能够照顾你们的份上嘛，你还是跟我长快一点嘛。还是帮我虚虚匆匆来点，不然到时候他说我偏心。今天在我那些匆匆还长得好，还把洋芋拎一下，在那个家庭综合路都是老我的，那不是你的是我的噻，那些牙巴都歪起了。哎呀，那点萝卜像那个样子了，从早到夜。那个又是我的草草啊！哎呀，我那洋芋才可惜了，那个生的洋芋啷个从那种温的哇？那个洋芋才可惜的呀，那个生的苗苗了，都温个了。我来看长洋芋么？我们还干早子了。哎呀，可惜了，长都没长，那是洋种。那是啷个得温到的嘛？那个？雨水多的呀，啷个温到的？那来你吃得开花的哇？那当真的？那今天这凉风不好，吃恁个了。那腊月树才开得多了的。开花不好吗？嗯，别个要春天才开的嘛，人家腊月树也开满了。他一天都是那样那样的，当然我就是他不能。老子抓死你！你一天你嘴巴能干的？我不想跟说。你我是哥子，你滚了，那你跟人家你过来住吧，你过来住噻。那个种的庄那个洋芋死到一半呢，是恁个的？那死了还要死了，我有啥子办法呀？再找到嘛，小生源嘛。你一天都在种庄稼，种庄稼。先打起我这林了，那过后来弄些薅一下。走，排骨，等会儿给你粘到。他硬是让都不得让，喊你过去啊，等会儿给你粘到起啊。你看我们的洋芋还是可以噻，至少成活率占一半。磨的多了。我来看那个，那我有没得？还没长洋芋。那个马才生起来冲起来的时候，那个他都死了。以前没整对哈，他冻着嘛，他说摘得了，摘得了，别个个都没摘，他都在摘。你们再找了哈，经不起太阳晒，大。哎，对了，我说了，小范他不相信，把那洋芋苗苗拿回去炒起去，还起得到一点。切嘛，拿给你炒嘛。好搓搓的一天。今天这菜不好种哦。雨水多了，它种不活哎。是噻，你看我田埂上那菜点了好多道了嘛，点了它那个又煮到了，点了又煮了。那萝卜下不来啥呀？我那个电灯直接。你吃的面吗？哦，我有你吃的面，我都给你加点汤。那个干晒晒的，啷个吃嘛？那萝卜啥的虫哟，小范。下不拢些啥呀？开不得玩笑，等一下那虫啥给你吃的哟。挣点份挑到老婆子里，挣点二百菜，那还挑回头货，我遇得到。耶，那些菜还盖了铺盖的啊！今天有没有太阳？今天这点菜苗活像仅有老人能够，它还是个不长。你到时候提出来要提的嘛？哦，有哪办法嘛？有妈摘菜还摘得好，他摆到面上摘都不摘。给他摘起，好。